MG3 伤害只有可怜的39点，为什么一直不加强？ MG3 虽然是空投机枪，但它的伤害却是机枪最低的，为什么不加强它呢？原因有两个。一，射速太快。虽然 MG3 的伤害只有39点，和 M249 并列机枪倒数第一，但 MG3 的秒伤其实是独一档的，秒伤足足有650点，比其他机枪高了200点左右。一切的原因就是它的射速太快了。606模式的射速其实还算中等，是每秒 11.14 发，但是909模式就逆天了，射速高达每秒 16.67 发，这个射速和 P90 差不多了，而 P90 的单发伤害才35点啊，所以 MG3 的39点伤害是很正常的，如果调高伤害那就太变态了。二，弹容量太多。 MG3 是一把机枪，弹容量也是蛮高的，不能装弹匣，弹容量都高达75发，一旦调高伤害，那一梭子的总伤害就太高了，容错率也就太高了。现在游戏里和 MG3 打，就要抓它换弹的时机，毕竟它射速快，换弹慢，这时候 MG3 子弹快打完了，换弹超慢，如果伤害高就很难有这样的机会，因此一切都是为了平衡它。